今次呢個咧就爆炸當中咧，不幸咧就炸死咗咁樣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可唔可以幫幫手啊？即係誒，俾啲錢啊，可以醫啊，或者點樣？喺啲名人嘅轉發之下咧，就呢條友咧就喺呢個短短嘅幾個鐘頭之內，係獲咗10萬嘅捐款啦嚇。咁啊，微博熱辣榜咧今晚會詳細。